关于台语教室甲宝剑到底学台语？这个是。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朴宝剑，朴宝剑。大家好，我是朴宝剑。语言天分很高哎！정말잘하신대요오늘진짜잘하신대요大家好，我是朴宝剑。我是朴宝剑。我再多教你们一点，多教你们，很好用。我爱你，我爱你，就是我爱你们的意思，我爱你们的意思。여러분을사랑해요이뜻이에요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呐，我爱你呐。要加个哪才比较会？我爱你呐。那这个呢也是很好用的，叫做 I miss you， 我想你，我想你，我想你。我修灵，我修灵。哎呦，接下来这个你看到任何女生，你跟她讲，她们都会开心。下巴要抬得紧实哟。痛快就不远。小姐，紧实哟。那这个也好用，假霸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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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假霸尾。那这两个可以组合一下。一个竹节塔，还是韩国竹？小姐，紧实哟，假霸尾。接下来这个就是姐姐，因为我们要撒娇的感觉，所以这个其实叫姐姐，姐姐，啊不够，姐姐，通不就困难，姐姐，姐姐，哦这两个是组合句，就是我肚子饿，肚子饿的意思，我肚子饿，你就陪我朋友，我巴肚腰，我巴肚腰，然后一定要配合有点八字眉。여기는이제약간인사를찡그리고미간을찡그리고해야되는데와빠또요와빠또요姐姐와빠또요오아这个是比较帅气的이거는表情그런注意표정이제표정을잘보세요你点点呐点点点点你点点你点点哦他温柔的讲法大家好，我是朴宝剑，我爱恁啦，我想恁。哎呦，小姐，真是哟，这把尾。我把住哟，姐姐，我把住哟。你听听，姐姐，还好吗？哇，너무귀여우세요。谢谢。